这个王彤先生，我先请您说一下，那位画家到底是来自河南的还是荷兰的？我跟你讲，在河南呢。据我所知啊，河南也有一个梵高啊。王彤就是河南的是吧？把祖籍都逼出来了。哎，王彤，这样在我们大家都评论之前，你先用河南话自己总结一下自己这个卖画的过程、绘画的过程。就是步步惊心。嗯，用河南话怎么讲嘞？出门就上当，当当不一样。出门就上当，当当不一样。其实挺难的，说实话，因为今天我们看的都是经过剪辑的，是在整个拍摄完成任务过程当中，其实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，遇到了种种的难题哈。哎，整个这个王彤完成的任务过程当中，他还是非常非常认真的，而且是很负责任的。对，咱们很包括跟那个小两口在解释哈，是我们这拍的，我不耽误你时间。他真是一个超级善良的人。没错，但是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咱们也理解一下，在街头所谓这些卖艺的、献艺的这些朋友，真的是很。我下回见了人家，绝对给5块，是吧？人家是5块钱的价吗？哎，还不错，我们应该掌声感谢一下王彤他精彩的表现。谢谢，谢谢。其实我觉得那舞蹈也不白学，今天王彤也到台上来，咱们一起，咱们跳一下学那个小舞。